在4:30，我们准备骑车半个小时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。卤煮店已经关门了。去全食买点喝的，热巴那个雪碧，我们刚过了安检，这边可以看到天安门了。这边超级多人看升国旗，路的对面也有很多人。地铁，然后前门准备去吃庆丰包子铺。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老舍茶馆，它店面好大。我们终于到庆丰包子铺了，这家6:30营业，可是现在人已经超多了，已经在排队了。我们吃完饭出来超市，看到这个老冰棍，8块钱一瓶。
山公园，这边景好好啊。这不就是刚才出来的神武门，超级大。花间一壶醉今朝，且将。咱们这个离得很远。我们在王府井百货逛了一下，准备去排那个烤鸭，然后看到火炉火，超想吃。上次谁跟我说全部都倒闭了？火炉王府井四季民福烤鸭店。觉得太贵了，但这里还是挺贴心的，这一个板它不会滴下来。待会儿完再走，这里超级凉。
登不上去了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在北三，北三，北三，北二到北三的那个坡太大了，登不动了，我们要下去了。我愿意证明个人。我们回来，然后又路过早上那个早餐店，我朋友说这个太好吃了，然后又买了一个炸香肠的，然后去全市买了一个椰子灰。我们现在在稻香村，准备买一点点糕点回家送人。生就是孤算来三百遍，浪掷情怀上岸，风流里独往白，雨下时分便随一件伤感，卷作金玉同伴，想写好人间，两分愉悦劳烦身前打点，拿出巍峨峰峦当借我选来观，三分点高楼好与长风敷衍，愿寻可爱心子脱手一把玩。那个地铁口出来，北京餐饮特色街，看到一家饭店，店面超级大，外面有超级多人在排队。这样基本上除了烧烤就是火锅，还有小龙虾，我们准备去吃猪蹄。我们都出去了，我们就坐在外面，坐在小板凳上吃。我们过来吃烧烤，就是早上吃早餐的那一家。每秒的活着，每秒的死去，每秒的